中华小姐呢日举办特训，一众佳丽都着上运动装，大素健美体态。四号嘅黄慧焕同十一号嘅谢晓颖就获颁体态奖啦。麦明诗话自己系以落选师姐身份嚟支持一班佳丽，见佢之前踩单车受伤嘅右边膊头伤口就好翻啦，但个疤就仲好深色。咁而家只不过系可能有啲疤痕，咁好彩就我哥哥系一个即系整形科嘅医生啦，咁佢对于疤痕嗰方面都好有独特嘅见解同埋识，即系好识得处理，咁所以佢都叫我唔好担心，因为佢都会睇住我。爹哋妈咪系好担心，咁其实自己都内疚嘅，因为始终。即經歷了意外之後，雖然痛是在我的身上，傷口在我的身上，但是其實最心痛都是爹哋媽咪了。咁希望自己可以透過每一次的經驗累積呢，是更加小心啦。早排林秀兒就話同同劇女演員打招呼，對方不理人。有人就估是不是麥明詩啊？因為我同秀兒啱啱拍完劇嘛，是咁的快官閣下，咁其實咧就應該係唔係我嘅，因為咧秀兒就喺當中嘅節目度話咧，嗰位女演員同佢其實喺個劇裏冇乜對手戲嘅，咁但係我同秀兒咧喺是咁的快官閣下咧係best friend 嚟嘅，係閨蜜嚟嘅，咁所以都好多對手戲，咁我估應該唔係我啦。